据说枪支在太空中无法射出子弹，因为太空中没有燃烧所需要的氧气，也就不能引爆子弹里的发射火药。可看似有理有据的说法真的符合实际吗？为了验证真空环境下能否开枪，留言组决定借用咱们的天宫空间站进行实验，但得到的答复却只有一个字，所以亚当只能用防弹玻璃打造了一个密封箱。实验时他们会把手枪固定在箱子的一端，然后将里面的空气全部抽出，以此来模拟太空中的真空环境。而在正式实验之前，他们需要进行正常环境下的对比测试。亚当将子弹上膛之后，吉米按下了遥控按钮，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，子弹准确命中了玻璃挡板，并在上面留下清晰的弹痕。接下来他们启动机器，开始将里面的空气排出。当仪器显示达到真空状态时，他们再次启动了遥控扳机。子弹真的会因为没有氧气而哑火吗？但令人惊讶的是，这次子弹不仅成功发射了出去，而且通过慢镜头可以明显的看到开枪时的焰火比正常情况下更大，甚至在后来的计算中，他们发现子弹在真空中的出膛速度要快 5%， 同时在玻璃上留下的弹孔面积也更大，说明在真空条件下开枪会更具杀伤力。这是因为子弹在这种环境下没有受到空气的阻力。那么发射火药又为什么能在没有氧气的真空中燃烧呢？有知道答案的请在评论区告诉大家。本次实验非常危险，大家千万不要尝试。据说18世纪有个大聪明为了越狱，将自己脚镣上的铁球塞进了炮管里，结果开炮时铁球带着他飞出了监狱，并且还奇迹般存活了下来。难道大炮真的能让囚犯逃出升天吗？为了验证这个问题，托瑞决定打造一个超级大炮，而为确保发射的时候不会炸膛，他把直径26厘米的实心钢挖空作为燃烧室，并且炮管的厚度也达到了5厘米。随后他将炮管和燃烧室进行了焊接加固，这样一个自制大炮就完成了。而格兰则制作了囚犯的脚镣和铁球，然后凯莉在上面喷洒了黄色的油漆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发射出去后能快速被找到。但由于没有人愿意充当志愿者，托瑞只能礼貌地请出了假人老兄。下面他们在爆破试验场将大炮固定，并在距离15米远的地方树立了围墙。如果假人被轰出围墙后依然保持完整，则代表囚犯越狱成功。而在正式实验之前，他们对大炮的威力进行了测试。虽然首次测试只注入了一管火药，但却直接将铁球发射到了80米远，并且时速达到了210公里。那么他又能否带着假人重获自由呢？这次他们将火药剂量增加了一倍，之后托瑞点燃了大炮的引信，可假人只飞出了2米远。看来两管火药的威力不足以将假人带上天，于是托瑞决定将火药增加到6管。但格兰却发现假人的脚被拉变形了，因为假人身体是用金属做的。为了模拟人体关节断裂的强度，凯莉用绳子替换了原来的金属关节。这次囚犯又能否完整的越狱呢？随着大炮的发射，假人的腿以320公里的时速成功越狱，但身体却还留在了原地。所以大炮不但不能帮你成功越狱，反而会让你死无全尸。本次实验非常危险，大家千万不要尝试。据说一战时德国士兵挖的战壕一定是直角的，因为他们认为相较于圆角战壕，直角战壕更能有效减少冲击波的伤害。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为了揭开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亚当和吉米决定先做个模拟测试。由于水波和冲击波都属于移动波，并且水波移动速度慢更方便观察，于是亚当用透明塑料打造了3个不同形状的水槽，而其中一个是直线型作为对照组，另外2个分别带有直角和圆形拐角，看不同形状的拐角能否影响水波的传递。接下来他们在水槽中注入了清水和几滴色素，然后又在水面覆盖了一层橄榄油。当亚当轻轻在水中滑动时，侧面就能清晰看到起伏的水波。为了让水波更加稳定，亚当制作了一个自动滑水装置，只要对比水槽末端振幅的大小，就能分析出形状对水波传递的影响。首次测试的是直线型水槽，等化水装置启动后，亚当测得水槽末端最大振幅为 1.9 厘米。紧接着他们又对直角型水槽进行了测试，这次很直观地看到水波的衰减非常明显，并且在经过第一个直角时，振幅已经减小了2/3，而到了水槽末端，最大振幅就只剩下 0.3 厘米了。之后他们换上了圆角水槽开始测试，这时测得末端振幅为 0.63 厘米，虽然相比直线型水槽减小了很多，但还是没有直角型水槽的效果好。显然直角能更大程度阻挡水波的传递，那么如果将水波换成爆炸冲击波，实验结果又会不会不同呢？接下来他们将用 TNT 进行爆炸实验。下面亚当和吉米来到了爆破试验场，并决定在这里还原一战时的战场情况。亚当首先在地面画出战壕的轮廓，然后在挖机的帮助下，很快挖出3条同等长度但不同形状的战壕。为了方便观察爆炸后的受损程度，亚当用不同颜色的木板对侧壁进行了支撑，同时还分别在每隔3米处安装一组传感器，以便对比不同战壕的冲击波强度。而首先进行的是地面爆炸的对比测试。专家将11公斤 TNT 放置在预定地点后，他们在安全屋按下了引爆按钮。
这时传感器在15米处测的压力为35千帕，紧接着他们又在直线战壕布置了等量的炸药。可当他们再次引爆的时候，巨大的冲击波将木板炸得四处飞散，并且整个战壕已经面目全非。而更令人惊讶的是，每组传感器测得的数据都远远高于地面，甚至战壕末端的压力值依然高达96千帕。显然直线战壕会增强爆炸的威力，那么有拐角的战壕是否能够阻挡冲击波的传递呢？接下来他们引爆了直角战壕内的 TNT， 虽然爆炸的威力没有变化，但这次拐角之后的木板基本完好，并且每组传感器数据都要低于直线战壕，而末端冲击波压力只有48千帕，这说明直角削弱了爆炸的破坏力。可圆角战壕对冲击波的影响又会怎样呢？这次爆炸的火焰直接漫过了第二个圆角，相比直角战壕，冲击波在圆角战壕内的穿透力更强，这也导致末端的损坏更加严重。所以如果让你打鬼子，你会如何挖战壕呢？据说钢索绷紧后就会产生恐怖的张力，一旦发生断裂，能瞬间将人拦腰切断。并且米国航母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，一架战机在降落过程中，阻拦索突然断裂后横扫甲板，差点将旁边的船员切成两半。难道钢索断裂真有这么危险吗？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，留言组决定先做个模拟测试，以确定绳子断裂后的走向。吉米将绳子固定在桌子的两端，而亚当在台面上画好相同间距的方格，然后他们用刀片割断了紧绷的绳子。这时绳子垂直扫过了中线，为了让绳子横向甩动，他们在切割点位置的中线上放置了障碍物，并且再次进行了测试，果然绳子朝着旁边甩了过去。随后他们又在中间放置了一个铁柱，这次绳子奇迹般的抽在了铁柱上。接下来他们计划在两个柱子之间绑上钢索，然后在中间放上障碍物，改变钢索的甩动方向，这样剪断钢索就能击中旁边的志愿者了。方案确定之后，经理来到商店选购了拉伸钢索的液压活塞，并趁老板不注意顺了的遥控切断装置，以保证释放钢索的时候不会出现意外。但由于没有人愿意尝试充当志愿者，亚当只能买来一车不要钱的二师兄。为了让二师兄更加接近人体质感，他们还在二师兄肚子里填充了组织替代胶。下面留言组找到一处废弃的厂房，而里面的柱子刚好可以用来固定钢索，并且他们同样在反弹路径上焊接了障碍物，然后将二师兄悬挂在靠近切割点四分之三的位置。因为这里绳子的离心力最大，所以抽打的力道也是最大的。本着受力面积越小切割力越大的原则，他们决定首先用较细的钢索进行实验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两人躲在室外启动了液压活塞。当钢索被拉到极限状态时，亚当按下切割装置的按钮，强大的力量瞬间将二师兄甩到了三米开外。高速相机下甚至能看到钢索撞击铁桶时出现的火花，但却没有将二师兄切成两半。于是他们换成了更粗的钢索，这种钢索可以承受超过四万磅的拉力，那他又能否将二师兄切开呢？当拉力达到极限的时候，他们再次切断了钢索，而这次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十辆卡车的拉力。可尽管如此，二师兄依然没能被切成两半，显然想要以这种方式切开身体是不可能的。但如此巨大的力道如果抽在人身上，估计会有点疼。为了能彻底将二师兄切开，两人开始不讲武德，他们直接用细钢索套住二师兄并绑在柱子上，然后钢索的另一端用起重机进行拖拽。随着亚当一脚地板油，二师兄如同被割韭菜一样拦腰截断。本次实验非常危险，请大家不要在家尝试。据说用刀可以砍断机枪的枪管，并且在二战的太平洋战场上，就曾经有个日本武士用这种方法破坏了美军的机枪。因为机枪在连续开火之后，枪管就会变热发红，从而导致强度大打折扣。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格兰打造了一个挥刀机械臂，他将高压气泵安装在支架上提供动力，并用链条拉动砍刀快速旋转，从而模拟真实的挥刀效果。但由于砍断枪管并不容易，于是他们将劈砍力道调整至正常人的两倍。之后格兰找来了二战时的同款机枪，而为了让枪管达到连续开火时的红热状态，他们用烧烤的方式对枪管进行了加热，等温度达到600华氏度时，托瑞把枪管安装在支架上，然后他们躲在防爆室启动了挥刀装置。这时钢刀快速对着枪管砍去，但实验的结果却截然相反，枪管不但没有被砍断，反而刀却断成了两截。托瑞认为原因可能是枪管的温度不够高，于是他们重新加热至1600华氏度，此时的枪管已经达到红热状态，也许这样就能被一刀两断了。等再次准备就绪之后，他们继续开始了测试，可这次又会不会改变实验结果呢？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次枪管依然没有被砍断，并且上面的切口深度也和之前一样。难道流言就此终结了吗？但格兰猜测枪管可能经过泡水降温，因为淬火处理能增加金属的硬度和脆性，从而更容易被砍断。为此他们对枪管再次进行了加热，紧接着又把它泡在冷水中，而且这样反复操作了五次。同时凯莉找来了更加锋利的刀具，可这样就能摧残脆弱的枪管吗？随着倒计时归零，枪管竟然直接断成了四节。但之后他们通过检查刀口时发现，枪管竟然并不是被砍断的，而是因为受到强大
冲击力而出现了碎裂。况且机枪在使用时还会装有套筒，那如果换成更小的冲锋枪，又会不会出现被砍断的情况呢？接下来他们将汤姆逊冲锋枪的枪管加热到1750华氏度，然后再次进行了挥刀实验，而这次的枪管也只是被折弯，所以即使是当时最小最薄的枪管也没能砍断，那就更不用说尺寸更大的机枪了。